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相信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小朋友，对于黄鼠狼一定不会感到陌生。那么你知道黄鼠狼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吗？看看它跟猴子打架，招招击中要害。我们平时可能见到过大草原上的动物发生激烈的冲突，尤其就算是一些体型比较小的动物之间，也会偶尔出现剧烈的冲突。这天一只黄鼠狼就跟猴子打了起来，并且在很多朋友的心目中，总是认为黄鼠狼体型比较娇小，可能完全打不过猴子。但是我们能够看到，黄鼠狼在跟猴子打架的时候，就仿佛是经过专业的训练一样，招招都打到猴子的要害部位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